How do you introduce yourself in Chinese in different ways? 第一，我叫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和天，我今年四岁半。第二，我的名字叫。我的名字叫大虎。第三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丽颖，在《陆贞传奇》中饰演陆贞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做得比男人更出色。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我在《长歌行》中饰演大唐郡主李长歌。你学会了吗？